两部电影票房破亿，杨佑宁写着高人气。9月18日为知名百货周年庆活动站台，由他主演的《总哭师》票房已破2.1亿，日前承诺破5亿，将号召林美秀与夏雨乔身穿紧身衣，化身东方碧昂斯搞笑热舞。但对于穿紧身衣会让身材原形毕露，显得一点儿都不担心。嗯，应该是没有问题啦，没有问题。所以要特别练身材吗？紧身衣都包起来了，还好。会透露线条哦，没差。应该是还好啦，我觉得还是达到那个娱乐效果比较重要。与票房画上等号的他，对于即将上档的《爱的生存之道》的收视表示信心十足。除了剧中与隋唐擦出的火花外，还有精彩的对手戏，保证会让大家有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啊，因为我跟唐唐，我们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可爱的火花，然后有很多大家想象不到的一些男女之间的一些对手戏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我们到时候也会让人家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对。第二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了，不知道佑佑会不会与女友郭采洁一起共度月圆之夜呢？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